好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呢就在宜兰的头城的乌石港，你可以看到现在在乌石港这边的风雨相当的强劲哦。确实，你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整个正前方的整个港口的状况。当然不止呢，这个雨非常大，包括这个风其实也很强劲。这其实啊，这个雨水拍打到脸上，已经完全快要看不出来。好，确实，如果我们从刚气象所的资料显示来看的话呢，现在其实，在宜兰这边的最大阵风已经出现11到12级的强阵风。那除此之外，也包括浪高的部分啊，其实在沿海的浪其实蛮大的。在沿海的浪高的部分呢，其实已经也出现了这个7米以上的长浪了。所以提醒大家，在此时此刻，在宜兰这边的风雨相当的强劲，所以啊，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来进行观浪。当然，我们往这边看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其实在昨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这边的水位其实还不算太高，但是今天来看的话呢，整个水位来说的话，都相当，因为浪啊不断拍打上来，所以呢，潮位看起来也比较高一些了。当然，我们也看到了，其实现在的这个风雨啊是一阵一阵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在今天宜兰地区啊就会出现12级的强阵风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雨啊一阵一阵蛮大的，所以低洼地区啊也要慎防积淹水的状况。以上是目前我们在宜兰掌握到的最新状况，再把时间镜头交还台北棚内。